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各位。最近呢，在香港发生了一件呢，爱国的歧视。虽然好像不是，表面上不是什么大事，但想落呢，其实是都挺大件事的。不过就一听落就好像很奇怪。那这件歧视，爱国歧视呢，就令小弟想回起，好很多年前，30年前，皇后大道东这首歌。嘅幾句歌詞就係咩咧？自己一聲拜拜啊，遠去這都市，要求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照賣照賣流花，處處有單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而家旺角就未必要，不過有啲名字就要啦。嗱，各位。呢件發生喺香港嘅愛國歧視係咩咧？即刻講俾大家聽。不過又提提大家，希望大家咧就真係多啲去呢個八五二郵報 at Patreon 嗰度做訂户啦嚇。咁咧就可以有個穩定啲嘅即係平台咧去俾小弟發聲。因為最近咧 YouTube 咧又唔知點解啦，又收緊咗好多啦，各位又開始有黃標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留意翻啦，亦都向啊呢個 YouTube 反映翻啦。因為咧啲五毛啊六毛。十毛啊、七毛啊、乜毛啊嗰啲咧，越嚟越又犀利啦。咁有冇計啊？翻工啊嘛，係咪？咁冇辦法啦。咁啊，而家唯有咧就係多啲喺 Patreon 度耕耘啦。咁希望咧就不至於咧就又俾人黃標，跟住等於零收入啦。咁呢個亦都係最近小弟咧必須要同大家交代翻嘅，因為有啲朋友都問啊，做乜嘢又突然間搞翻個 Patreon？ 因為嗰度人少少嘅啫，唉，真係嘅。不過希望大家可以發散佢。咁啊，亦都有啲文啊，嗰啲聲帶就唔得啦嚇，但係文咧，我都歡迎大家去 share 出去嘅嚇，冇問題嘅。你啲朋友嗰啲咧嚇，私人醒冇乜所謂。咁當然啦，如果大家中意就最好做埋訂户啦嚇。好啦，言歸正傳，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因為 YouTube 又嚟啦，我呢排都成日俾人黃標，唉，冇辦法，都唔知點解，已經係好老實。真係曲到完㗎啦嚇，曲到完就冇乜計嘅，但係都係中嘅。咁你話點啊？冇嘢好講嚇。好啦，嗱，各位呢件發生喺香港嘅愛國歧視，就係日前即係早排咧，有愛國團體好幾個嘅，就去到呢個政府總部嗰度請願啊，要求將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嚟啦。真係要改名，將維多利亞公園就唔係改做維穩公園咯，改維穩公園都好啲啊，總仲係可以叫維園啦。但係唔係要改咩咧？要同我哋偉大祖國看齊嘅一啲名嚇，即係喺廣州啊、深圳啊、上海都有嘅，就叫做人民公園。維多利亞公園屬於香港人民嘅，所以叫人民公園，或者叫國家紀念公園。不過多數都係叫人民公園嘅咧。呢個建議犀利啲嘅，因為係為人民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嘛，係咪？就係咁啊，乜都係為人民嘅。總之啊，呢個係最高層次嘅民主。嗱，呢啲建議咧，大家以前聽到嘅話咧就。只係會得啖笑嘅啫，不過家下聽到咯喎，就肯定會嚇一跳。唉，事關真係一個酸梅兩個屈，今時就唔同往日，各位真係唔同咗啦。唉，真係30年河東，30年河西，而家就係東升西降啦，係咪？而話口未完，偉大祖國啊，好很多官媒咧、港媒咧都轉載一篇標題叫做啊《漁民照錄》啊，你認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改名人民公園嗎？嚇、問號。一篇咁嘅文，咁啊一聽故題就思義啦，顧名思義即係喺度搞你啦嚇。咁啊裏邊咧仲內文咧仲煞有介事咁問啲讀者，到底呢個維多利亞公園係咪應該改名咧？個答案梗係要噶啦，係咪？而過咗冇耐，話口未完又係呢個河南省新鄉市政府就做嘢啦，你大家上網都可以查翻呢個資料嘅。咁就呢個市政府就高調要求嗰啲咩好有鬼佬樓盤名啲洋名嘅樓盤咧都要改名，好似咩温莎城堡啊，你通通都要
改名嚇嚇，咁咧先至符合，要符合翻咧呢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管理條例》嘅規定咁話啊，就係咁嘅。嗱，鑑於香港特區啊已經咧係被成功咁樣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裏邊，唔係淨係啊呢、這個。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是只是發展咁簡單，係個治理體系個急乏臨時咧，乜臨時咧都要攞曬噶啦，係咪？咁啊，正所謂依法辦事天經地義，係咪？唔係天公地義啊！呢個七七七就話天公地義，阿公噶係咪？唔係啊，依法辦事天經地義係咪？而家講法治噶嘛，啊中國式嘅法治。既然連呢個中國偉大祖國嘅國安法都可以引用喺香港咯，呢個叫港版國安法啦。啊，其實好多嘢都係參考偉大祖國嘅國安法噶嘛。咁既然一條咁緊要嘅國安條例、國家安全法都可以擺喺香港，更何況係呢個中國地名管理條例啲行政條例呢，更加可以啦，更加即係唔使傾添啦，唔使一個月幾廿零日通過，直情即刻通過都得啦，唔好講咁多啦，即刻引用啊，擺喺附件三得噶啦，基本法係咪咁就得啦？全國性法律擺喺附件三就適用啦，而呢個中國地名管理條例。有好多條好多款嘅，不過咧時間關係就特別講一款俾大家知，即係第五條第一款犀利啦。時關呢一款咧，第五條第一款咧就講到明話，原文照錄啊，呢個《中國地名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一款是咁講的，就是說凡有損我國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帶有民族歧視性質和妨礙民族團結的，逗號，帶有侮辱勞動人民性質和極端庸俗的，逗號，以及其他違背國家方針頓號政策的地名，必須更名，就必須改咗個名佢。嗱，根據呢個標準係必須講嘅，乜事啊？嗱，根據呢個標準，根據呢條法例嚇。法例嚟噶，大佬依法辦事天經地義嚇。呢、這個維多利亞公園啊，好多呢啲名噶，就算瑪麗醫院都係啦，公主道都要改啦，係咪？嚇、啊，即係總之其他有充滿殖民地啊、英皇道啊呢啲嚇，呢啲尼敦道啊大把啦，係咪？誒、啊，以其他充滿殖民地色彩嘅地名、街名、建築物名，統統咧都肯定係有損我國領土主權同民族尊嚴噶啦，統統都肯定係帶有民族歧視性質同埋妨礙民族團結噶啦，統統都肯定帶有侮辱勞動人民性質同埋極端庸俗噶啦，即係好 cheap 啊，係咪？呢條 cheap 名嚟噶嘛，大佬咩域多利皇后街咩搞啊？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西，你冇嘢啊嘛？德輔道、洛克道呢啲離曬譜，啲名真係要有排改啊，係咪？所以肯定要改名。呢啲係好庸俗嘅嚇，總之係違背曬我哋呢個民族尊嚴嘅，違反曬我哋民族尊嚴嚇。嗱、啊，總之。有板你睇，有先例可援。你唔係淨係講呢個頭先嗰個乜鬼咁簡單啊？嗰、那個咩河南省新鄉市，你睇翻上海就知啊，大上海。夜上海，夜上海，只是個不夜城嗰個咧，係咪？夜香港都有唱嘅，夜香港不夜城。東方之珠有姓名，都用咗呢個版本唱嘅，即係接咗嚟嘅。所以咧，上海同香港咧係好可以相提並論。而上海之前曾經改咗好多街道名嘅，所以係有版你睇。呢個係更經典、更有參考價值。即係好似係1949年解放咗上海之後咧，就點咧？陸陸續續要改啲街名。啊！是但講幾個例子俾大家聽啊！嗱，好似話聖母院路就改咗做叫做瑞金一路，瑞金啫，革命聖地嚟嘅。瑞金一路呢、這個海格路咧就改咗做華山路，唉，犀利啦！華山論劍嗰個華山，嘉德路咧就改咗做石門二路，跟住呢個極斯菲爾路咧就改咗做萬行道路。
啊，仲有呢啲鬼佬名一定要改啦。就連啊，呢、這個叫民國路，即係中華民國嘅路咧，民國路咧都要改名啦。當然啦，唔係你揸 fit 啦，民國路都正義不正確，都要改名做人民路。搞掂咯，香港就有版你睇。睇翻咧，1949年之後50年代上海點樣改啲街名啊、地名啊、建築物名啊，咁咪得啦，得咗係咪？嗱，總之各位，呢、這個1991年面世嘅呢個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西右，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中轉，皇后大道東嗰種啊，唉，真係犀利啊！裡面所提到嘅種種嘅嘢，嗰個硬幣啊，包括道路名啊，諸如此類咧，啊，要改嘅嘢咧，終於喺2021年30年後嘅今時今日咧出現啦！唉，真係～即係一眾愛國愛港人士咧，啊，都可以話咩咧？八個字啊，都可以話係守得雲開，苦盡甘來，直頭似魚腸片裏邊嘅白燕咁啊！真係好嘢啦，喺度洗衫咧，洗到咁樣咧，即係洗衫品度擦擦擦，喺度揼。或者如麗珍咁樣係揼石仔去呢個鰂魚湧，或者係去石塘咀揼石仔，係嘛？揼到哎呀上氣唔接下氣嗰種啊，係咪？你哋真係守得雲開，苦盡甘來啦！又係呢個 moment， 細佬真係除咗講恭喜，都唔知講咩好啦。所以最後都係講恭喜恭喜，哎呀，你老豆有新技嗰只，係好啦，最後都係要提一提大家，因為而家 YouTube 咧，小弟又被黃標啦，好多係被黃標啊，所以咧就都係要都係多多支持小弟咧，就去呢個百二十部 Patreon 嗰度咧，係有一個安全地帶、穩定地帶。啊、自由比較自由的地帶咧，同大家暢所欲言啦嚇。咁、啊、裏邊亦都有好多新嘢嘅，包括就係、是、即係聲音版，即係嘅呢個遊青園散打啦，一個好似小李老母飛刀嘅遊青園短打啦，咁亦都一個嬉笑怒罵嘅遊青園雜感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文青啲嘅遊青園隨想嘅。咁喺下個月咧就會有仲有新嘢嘅。咁雖然啊小弟已經幾辛苦啦，不過唔緊要嘅嚇。啊最緊要大家堅持下去，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啦。星期日咧，就除咗有呢條片咧，其他嘢咧喺 Patreon 嘅其他嘢咧，暫時有休嘅，因為小弟都要回一回氣，因為如果唔係真係頂唔順嚇。咁啊，希望大家多多體諒嚇。總之一至五咧就有遊青園散打喺 Patreon 嗰度，一至六咧就有遊青園隨想、遊青園雜感同埋遊青園短打嘅。咁星期日咧就係得 YouTube 啊呢條片咧擺同埋聲音版咧擺咗喺 Patreon， 希望大家清楚個分野啦，亦都希望大家多多體諒，多多包涵，小弟。總之都是會盡力而為的，不過當然小弟我想如果跟開小弟講嘢嘅都知道，盡力而為之前是會量力而為的，我會量力而為，量了力之後就會盡力而為的了。總之一切一切都是很多謝很多謝大家的支持，有你們的支持，小弟一定會竭盡所能，想盡辦法扭盡六壬去繼續堅持的，很多謝很多謝大家，多謝了。